老公了，今天是一期漂亮内衣分享，蕾丝背面的花漂亮又精致，肩带的设计真的很甜，加厚背面很适合小胸老婆，聚拢效果嘎嘎好，显得胸型圆润挺拔，肩带露出了甜美又好看，整体是这种缎面质感，蝴蝶结点缀漂亮又精致，胸贴上薄下厚，甜美的宫廷奉献着美的书，舒适又聚拢谁不爱，搭配露肩衣穿搭更加符合，这款真的也心动，甜美又纯欲，下摆做了加宽蕾丝垫，胸前做了交叉肩带设计，加厚婴儿棉杯垫超级舒服，舒适的同时又能聚拢显摆，设计感满满的肩带太好看了，真的很甜美又纯欲，这款奶乎乎的好温柔，胸前蝴蝶结点缀深得我心，背内有透气孔舒适设计，蓝白拼色设计加上蕾丝边谁不爱，真的很可爱的设计，穿起来超级舒服，很轻薄的背垫轻微聚拢，对胸型的承托性很好。